Got a taste, can't erase bitterness in my face. Work a job every day till your dreams fade away. Like a card, never change. Play the game, now we say, I need a break. I'm staying strong, need to move on to be what I want. I'll keep dreaming on. I'm staying strong, need to move on to be what I want. I'll keep dreaming on.啦啦啦啦啦，二福嘟嘟，啦啦啦啦啦，二福嘟嘟，啦啦啦啦啦，二福嘟嘟。欢迎大家好，欢迎来到传说老人的传说对决，我是拉尔夫。今天这一场呢是那个一般场哈、哦。那拉尔夫最近呢在玩一般场哈、哦，玩大象。其实主要来讲就是因为拉尔夫想要测试一下哈、哦，玩大象的时候的新装备的做法。那也担心说呢，我们的新装备其实不好哦，如果直接拿去打排位哈、哦，那真是对不起其他的队友哈，好、哦，那会造成说我们跟我们一起的队友、哦、比较不好。那这一场的大象呢，其实已经不是第一场哦，那这是那个拉尔夫玩大象哈、哦，同样类型的出装好、哦、那的第六场好、哦，那前面连续五场呢都有连胜哦，所以。欸、拉尔夫觉得之后应该会开始打排位场。那这一场呢其实拉尔夫本来是想要选凯撒路啊，但是我们的队友呢一直希就是他们一直不让我走凯撒路，他们觉得大象就应该走辅助。那没关系、哦、拉尔夫这一场呢大象我们还是走辅助。那当然一开始呢我们也是好先买好那个宝石、哦、那个辅助的宝石。因为如果没有买好辅助宝石的话呢，其实我们是会影响到队友的经济、哦、那当然一开始、哦、那对手的攻击力、哦、比较强大了一点、哦、所以、欸、我们一开始就大象是弹不住的、哦、那、稍微就送了一颗头的过去、哦、那这边再补充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一场呢我们的速度、哦、都有把那个稍微加快一点点，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这样玩起来，其实它的时间是蛮久的。好，那我们稍微加快一点，让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的魔像哈的表现。哎，魔像的表现，因为拉尔夫这场呢，打算出的是魔弓哈，魔弓哦，这个反而很痛哦，打起来很痛。那我们又到这边哈，其实已经稍微两三下就没有血了，而且我们现在才四等。其实我个人觉得啦，就是如果说我们对手哈比较强哦，这一场。的这种状况来讲，是魔弓打我们打比较痛，而且你看过来的话，对手也是屠龙一直过来，然后也是魔凡人，所以拉夫事后再重新再检视的时候呢，拉夫有觉得说我的鞋子应该是要出一下那个魔防鞋比较符合打这一场。那拉夫一开始呢出的是那个物防鞋，然后呢就想要把那个辅助的宝石那个补到变成原力的那个宝石啊。那这边呢，凯格路士啊，他在旁边就有在讲啊，说抢三小啊，然后活该啊。那主要来讲是因为呢，刚才那个在凯撒路那边呢、啊，那我们的打野图伦可能过去那边呢，帮他打那条线的时候呢，把兵友都吃掉了然后那个刚才又想要进去做塔杀了那结果不小心被人家打死了。其实。打野哈，这个在前面啊，如果到我们的线来去蹭我们的经验的时候，其实不用太担心啦、啊，因为他们有打野刀的关系哈，所以他们吃兵啊，尤其是前期吃兵，它的影响我们的经济并不是很大。那我们应该是要配合一下打野哈。那我拉夫呢，事后再回去再看，重新再检视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一开始都没有注意到哈，我们的打野哈其实是 S 牌的哈，就是传说战场的。那我们其他人都只是星耀等级而已啊，好、哦，那这边有凯格路士就一直在讲哈，在一直在觉得说我们的打野怎样怎样啊，嘿，
哦，那我个人是觉得有需要吗？反正这只是一个一般场而已啊，哦，干嘛那么在意？然后，你就当做是一个测试嘛，哦，当做是一个测试。而且你自己凯撒路，我说真的啊，通常，我打了那么多哈，哦，常常会在那边抱怨来抱怨去的，那个通常打到后面了哈，哦，他的那个战绩都是比较差一点的，哦，没有什么表现很好的啊。那有的话偶尔有几个，可是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一开始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如果输人家的时候，我们本来就不好打。那你每个角色都有每个角色的特性，不是每个一开始都非常的强势。好，那我们这边就回补哈，我们这边的那个原力宝石已经出好了。那拉尔夫呢，下一个打算出呢就是冰杖哈，因为冰杖对于团战来讲是比较有帮助的。好，虽然说呢，冰杖对于那个。大象哦，它的坦度不是很有帮助，可是它因为它可以影响到对手的一个行动哈，那大象本身又比较不容易被控制住哈，所以出兵杖对团战来讲是有蛮有帮助。那刚才呢也有出现过一个，就是那个我的遗迹哈，直接打塔都没有打到人啊，也没打到那个对面的小兵哈。这是拉夫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玩的时候常常都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他的遗迹啊，我明明先朝向那个方向用了。那个结果，它跑出来的是另外一个方向。我在想，可能是我自己的操作上哈，并不是很好，所以才会造成这个问题。那这边拉尔夫送出了那个第三颗头，啊，地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其实现在是有落差的哈。那我们的人头数哈是5:11啊，5:11，目前来讲是有一些些许的一些落后了哈，经济上的落后。不过因为对手目前来讲很强势，还有就是雅雅她本身来讲其实是比较难受控。所以呢，我们后续这边就还要再会有再更糟糕的状况出现。好，那这边对手哈，那个太冲了，他可能已经有点膨胀了，一个人就想要冲进来打我们哈，那被我们解掉。那现在的比数呢是6:12。我们经过回补之后呢，再开始继续往前走哈。啊，这时候呢，冰杖出来了。冰杖出来之后呢，我们对于战局的部分呢，哈，就会比较好一点。那我们的保命的部分也会开始，会有点影响哈。啊，那我们这边呢，当然是跟小丑一起走，因为目前来讲，小丑的表现算是还不错的。啊，你看我们开始有影响住的时候，啊，那他们，哇，那所有的位都跑来那打我了。啊，不过目前大象的坦度还没有拉起来，所以呢，虽然有一些那个寒冰法杖可以控制对方的一个速度、移动速度哈，但目前来讲还不太行哈。哦，那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又多死了好几个哈，多死了好几个。我们回补之后呢，再继续往前。我们萨迦在这一场哦，其实他的表现都还不错。他表现都还不错，尤其是呢，因为我们目前来讲哈，比较担心的，比较容易被那个凡恩呐哈给杀死，因为他的瞬间伤害力太强大了哈。你看我们稍微一被他连一套，就已经快死掉了。那我们这次回补之后呢，拉尔夫因为是出的是那个魔宫型的哈，所以呢，我这边哈，我就稍微先清个兵呐，然后把野怪吃一吃哦，因为吃起来不会太慢。那我们目前的经济呢也是比较落后，那我也担心说，我们如果没有把兵稍微清一下，到时候出去就去打架了。那等一下呢，对手就趁这一波兵哈就过来了。然后我们现在把吃完之后呢，我们赶快过去哈，过去那个结果这边走错路啦，我们队友已经死的差不多，只剩我一个在这里。然后萨迦呢也在这个时候飞过去哈，那当然我们死了，他后续也死了哈。那这边呢真的就是靠图伦哈，靠图伦一个人在那边在那边那个稍微顾一下我们的塔，那在这边，那个凯格路斯呢，他也是讲话越来越不客气哈。那其实我也不懂他到底是怎样了哈。通常来讲，那个屁孩比较会做这种事情啊。那这边的那个弗洛呢，非常的凶啊。那而且重点是我相信他也蛮厉害的，因为他知道说哈，说打我们没有太大的效果，所以他直接杀了萨迦哈，然后就跑掉了。好，那对手的图伦呢也过来这边好，稍微来压塔。不过呢，我们因为大象在这里啊，所以其实比较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把兵线给守住。那凯格路斯呢越说越没有克星开始
对人家一些这个人生的一些语言呢在骂别人了哈。那我们这个高地塔呢也倒下来了哈。不过呢，我们现在比数呢是7-22哈，大概是这一场的最高的最差的一个比数哈。那凯格鲁斯是还有在算是还有在认真打了，只是说他的一些抱怨比较多哈，然后再加上就是说他其实他也没有表现多好啊。我们这边赶快过来给大家一个护盾哈。那对手的那个纳克罗斯跟雅雅哈太凶了哈，他以为他的有经济优势，直接冲进来就没问题啊，结果没想到就这样被我们融化了啊。那纳夫这边的极寒之呼已经出来之后呢，纳夫对于那个凡恩的部分就比较不怕了。不怕，因为我们本身的魔攻有差不多到500哈，那会增加魔防跟那个物防都有增加。那除了这之外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拉夫他在清兵的这个大象在清兵的时候其实不慢哈，很快很快。那拉夫想要玩魔象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哈，因为我们有时候在玩的时候啊，就会有时候那个我们的打野可能不够力啦，或者是说我们的射手怎么样，我们的中路我们这样，在某些状况的时候只靠一个辅助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哈，很难扳回去。那尤其是大象本身呢，他又不是一个有强控的，他只能解控。那他这个解控的过程，如果他没有一个强大的攻击力，其实不好用。这边拉夫的大象不动不是因为我在挑衅啊，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那个我本来用补兵推塔模式，可是我现在一直在按那个打塔，结果他都不理我啊。那事后呢，我在注意到说我自己的设定里面竟然不是补兵推塔啊，后来我把它改回来。不过在这一场里面呢的确就是我的都没有办法直接打塔。那我们到这边先想要回补一下，因为我们没有魔的哈，没魔的。好，那补完之后呢再重新出发哈。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打回去的。打回去现在是13-22哈，13-22，因为刚才7-22，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有拉回去了。那对手不断的在做下水饺，那基本上来讲呢，寒冰魔象在这个地方已经有点成型了，还缺的就是呢它的攻击力。攻击力，这攻击力呢，拉夫的设定里面寒冰魔象的攻击力它会来自于两个装备，除了它本身的魔力之外，那再来的话呢就是那个恶魔的微笑跟火甲。有了这两个装备之后呢，那寒冰魔像它本身就会非常的强。那我们这一场因为是我们玩的是辅助哈，那又有一个辅助装的这个部分啊，所以呢我们会占了一个位置，所以这两个攻击装备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出道。那这边有出道的是恶魔微笑，恶魔微笑。那当然像我们有出原力装备的话呢，拉夫这边其实有点想要把那个原力的那个辅助装给卖掉。只是呢，因为想到说他本身对我们的队友是有一个那个加的那个物防跟魔防的部分啦，所以我就没有卖掉哈。那我们再看一下这边哈，我们已经快要结束了，结束这一场那个战斗了哈。那这边他对方冲过来，我们放个大绝的时候呢，就看到就是他们没有一个硬控制的哈，那于是呢就被我们整个打掉哈。那我们就顺势的呢就取得这一场的那个胜利。那拉夫在做这个测试的这个过程啊，大家可能会想说，那我们的那个坦度从哪里来的哈？坦度呢，基本上就是从生命法杖那边哈，那吸血的这个部分去吸血。因为拉夫觉得说，这个吸血其实蛮有效果。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这边凯格路士的表现其实还蛮差的啦哈。那当然我们这一场也不见得表现多少，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虽然出的都是这些魔法装备哈，魔法装备，但是我们的坦度还是有够的哈。那最后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有空来看拉夫的频道，拜拜。